苗栗的国际艺术季今年请到了伍佰跟罗素华生两大的天王要接力演出，不只有好戏看，还有苗栗在地的大闸蟹要等着饕客一起去品尝。工作人员一箱箱将新鲜的大闸蟹给搬到物流车上，苗栗出产的大闸蟹越来越得老饕的胃，就连苗栗县长刘正宏也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这个是白肚，那个红毛爪，还有我们里面的啊，这个是绝对是经过屏东科技大学64项的检验合格通过，而且我们有蟹环蟹扣，以我们的蟹环蟹扣里面一拍就知道说这一只蟹是哪一位蟹农所生产的，整个所有生产履历以及都在这个地方。当然这推销不能只是说说而已，瞧瞧现场烹煮上桌，虽然只有影像声音没有味道，但是光看到黄澄澄饱满到不行的蟹环跟蟹膏就让人食指大动，想要好好品尝这蟹肉的鲜美。罗素华生，我们在苗栗的鸡蛋来几斤，欢迎我们全国的乡亲到苗栗来观赏，同时来享用我们苗栗优质的安全卫生健康的大闸蟹。趁着举办国际艺术季的机会，顺道到苗栗品尝鲜美的大闸蟹，秋天出游这行程不止满足心灵，也让五脏庙可以有收获。中天新闻苗栗综合报道。